是比较属于粉紫色，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有一点点女生一点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更适合你们。然后这一件的那个衬衫的话，它是属于软料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软软的，非常舒服。这一件呢跟刚刚那个一样，也是有一点点像军绿色的设计的，它是这样子扣子全开式的，然后因为它这个料子的话穿起来比较柔软一点点，所以它穿起来就是就是我是觉得每一次这样稍微烫一下会更好看啊，才会有那种丝滑感。它是做这样子前短后长的，然后我是把它当成外套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把它当成外套啊、上衣啊都很好搭的话，我觉得白色算是还不错的选择啦，因为白色就是很好搭嘛，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你只要穿白色，你整个人就会看起来神清气爽。好搭的话一定就是绿色跟白色会胜出，那如果是特别的话就是紫色。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穿搭特别一点的话，不想要跟别人长得太一样的话，那你们就选紫色。